现在我来示范这个太极拳。今天所示范的太极拳呢，是郑芳青把这个杨家的太极拳呢拿来简化之后，只剩下37式这个太极拳。但是这个打之前呢，我想有几个重点，打拳的重点呢，先跟各位谈一谈。头一个，你打拳的时候，这个人呢，从头到底下，头一定要这个下巴收，就说头不能够往后偏，一后仰的话呢，这个筋骨就断了，不是一个完整的锻炼，所以这个气就不好上。头下巴应该收，眼睛平视，虚离头，就是说心里头不要想起来，虚离顶紧，顶着这个颈子要顶住，就是说头脑要通，叫虚离顶紧，眼睛平视，这个眼睛呢要打分，不能开得太大，因为开得太大你会乱看，这个是精神不集中，就是说眼睛是八分不也不能够全部闭起来。为什么不能闭呢？你一闭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太极拳是个红，如果你把眼睛闭了，就容易给人家下蛋，那就不好。所以这就眼睛只有八分不来打这个拳。那么鼻子方面的话呢，这个气是一闭孔吸，一闭孔出，但这个太难，各位现在暂时不管。好，嘴巴是闭到。不可以嘴巴张开，只有中间是有一个下部打到这个下部时候，就是打这个玉米穿梭的时候，有一个动作是嘴巴呼气，全部都是嘴巴闭上，用鼻子吸气。而且这个时候舌头一定要顶到上颚，为什么舌头顶上颚呢？因为顶到上颚，一方面是这个是气流比较缺乏，会带来气从上面下来。另外一个舌头顶上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把这个口水顶在身体的时刻，所以其他的运动不是口干舌燥，但是太极拳打起来它是身体时刻，不会口干舌燥。如果这个口水打的你还可以分气几口五口你把它吞下去。好，再下来的话就肩膀很注意，打拳的时候肩膀前往后的时候，因为肩膀抬这个气就不顺，它一定是要这个肩膀要松，松的话我也有讲，这个肩膀跟肘啊，它这个有一定的关系。如果这个是肘，肘如果不抬肩膀，所以这个就是肩膀要把骨抬，这个肘经常要承接垂肘，啊，这个他们太极拳口诀里头有承接垂肘，啊，那么再下来的话呢，就讲到胸部的话，可以抬头挺胸，哈腰背的这个就气上来，一定要含胸，啊，对，胸部要含胸，啊，对，那么再下来的话呢？气要从丹田就在肚脐底下一寸上面的地方，这个气成丹田。再下来的话是腰，一般打拳都是由腰深入，不对，应该腰是要对住跟的脚动，要松掉腰要舒。再下来就是胯，这两边叫胯，松腰落胯。垮落掉，这个气才能上。所以落垮就是说你不能够这个身体光在一边就是落，你这样子的话就垮落了，啊，就整个落下来，所以垮。那么再下来就是腿，两个腿呢，一次是爬藤蛙，一个站姿。站姿的话呢，这个气又不好走，要下来。再下来的话呢，更重要的就是脚底板。因为我们打这个拳的目的就是要刺激涌泉，由涌泉来刺激这种脏腑，所以我们重心一直要摆到涌泉上。摆到涌泉上的话呢，就说你这个，而且一定要阴阳分明，不可以
是要用那个重量压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像你的走马步一站的话，这个身体是整个呈两脚承受，一脚所受的刺激只有一半，所以必须阴阳分离。那么此外的话，就在打拳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脚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外刀内刀，这边也左脚外刀内刀，一直在外刀内刀这样，因为关注重量压力一直很高，如果这边挤压这个外刀挤重量一挤这个有拳的话，这个刺激更够，更可以使一个人练力。所以这个我在讲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内刀挤外刀这句话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样子意思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就是说在打拳的时候呢，经常要成我们属于要一个稳，稳的话呢，就是要成三秒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成三秒呢？我们在这里头就有一个写，我就等于我这里头在高快乐，快乐口子，就说我这个脚这个一摆，这个就摆到一个口离这个对角线上，那么这个就是说非常稳。如果你这个稍微过来，那么就没有三角啊。这个通常这一句话就叫酸重，就做酸的困难，因为这个两点会成一个面会大。如果你脚成三角，那就一个。所以这个很随时要注意，所有的动作中间都要有三角。再有一个的话，还有经常会讲的，这个面角一个扣头。所以扣呢，就是说我一直在这边扣脚伸的时候，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滑步力。这个如果这个脚用脚跟一点大，脚跟歪过来的话，这个一下子就会落滑。所以这个就叫扣脚。扣脚有时候可以分两种，高度，一种扣四十度，有时候可以扣90度，这是叫扣脚。这几个重点讲完以后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场。那么开场，我们要不要站在这里开场？好，先走，它又有三七四，三七四中间的话，它有一部分的话是有重复的，我没有关系，重复的我不讲，就是完全相对的。啊，这个是三七四的这个过程。好，我现在刚开始的话呢，开始的时候先立正。立正，开始打的时候呢，先把重心慢慢地摆到右脚。右脚，你看左脚我已经空了，空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时候用左右脚外刀挤内刀力量，把这个右脚就挤出去了。挤出去一个肩膀宽之后，重心就移到左脚，右脚可以扣，扣一个扣，两个就变成平行了，摆正。哎，这以后我开始吸用压涌泉的力量，这个手慢慢就吸，这个吸起来，吸。这个时候注意，也就是说走要走路要垂走啊，呈肩垂走，慢慢吐气。你看我这个腿，你进重心就在那个。就在左脚，右脚是空，已经有阴阳了。好，这个先吸气，再吐气之后，好，然后这里头，好，再吸，正式开始吸。这个吸的时候，这个碗呢有六个动作，这个垂了，这个手腕平了，这个碗竖起来了。好，最后碗落下来，你继续吐气，吐到这里，好，这个算是起势好，起势好了以后，利用左脚外刀挤内刀的力量把松掉，这个人整个喘都是松过来。好，这个抱球过来以后，重心按回去。好，重心放在右脚，右脚弯腰挤内刀，把身体反正左脚就在原地，脚跟踝脚尖不能收回来，一收回来就会伤脚。好，这个慢慢转腰后脚，这个是
但是这个是叫做用户版的这个开始，就是你重心到后掌，后掌的外刀右刀，在外刀右刀挤回来，挤到右脚后脚的右刀刀后腿以后，这个挤走右刀刀，好，这个来，这个叫挤，挤完以后，这个按，按完之后退回来，这个按住，就说你按出去的时候。这个手呢，这个是会不会加力？手推进去，但是手动那就不是拳了，那就变成力了。所以这个拳，这个过去也是身体跟手一起过去，这个啥？啊，这个就会来的时候，你看手不退，明白没有？这个时候后脚，刚才叫这个按完之后后脚。后外脚外刀，右脚左脚外刀，挤对刀，挤到右脚的，挤到右脚的对刀外刀，然后到底这个右手位置转过来，好，转过了之后，你看左脚是画半圆出去，为什么画半圆？因为右可以才能够成三角。好，重心在左脚，左脚对刀，挤到刀右脚。这个叫单边，单边之后左脚外刀左边刀，这个叫提手注意握法，啊，要不要这边握法，啊，握法之后这个叫提手完了以后，这个叫动作叫靠完之后过来，这个叫摆个链式，这个摆个链式给你吃了，这个摆个链式之后，现在这个是滑的时候，好，右脚会刚起来到把这个手转到后面去，这个手不能动摇，不是腰不动，脚不动，腰不动，手不动，这个叫柔膝，这个手柔的膝盖，这个大步奥的，这个叫柔膝奥步，柔膝奥步之后，啊，现在就是柔膝奥步之后，这个右脚已经要脚跟摆回去，把它打平，退回来，好，这个时候跟提手方向相反，这个叫手部。手跟皮爬之后再来第二个柔膝奥步，第二个柔膝奥步后退回右脚把双脚打开，左脚打开之后重心起到左脚来，右脚就跟着画感觉很出去，然后这个叫进一步搬过来弹到锤，这个叫进步搬档锤。好，进步搬档锤之后，如风，这个叫如风式。好，就是退回右脚，左脚就后九十度左倾，握到左脚，右脚收回，好，吸气。这个叫十字手交叉，十字手之后重心到左脚，左脚然后右脚画个半圆往后走，都要握着脚跟才能够转过来有成三角，这个就叫抱骨归山，抱骨归山之后这个是你打过来的右脚鱼弯的后脚侧击，按这个拿过鱼脊按，或者是使一个什么东西的，好，鱼脊按，然后这个又拿成
这个重心全部在左脚，左脚的运刀只会到右脚，就要被原劈一样转过来。好，这个叫走底看拳。走底看拳以后，靠右脚一个刀抢断刀，这个手是把你就划断了。这个在我们边缘，这个叫左道永投，左道永投，那叫直拉，把右脚挤到后面，是右道永投，左右道永投。好，左右道永投之后，再第二个左道永投，第二个右道永投。到里头之后，好，换到颈椎刀，好，抱球，这个脚画半流过来，这个是飞，这个是二十了，这个脚一直被人不一样的生物回，好，这个是左云手，云是生物的意思。右手，第二个左右手